见了，你们好吗？今天真的很开心来到这边，然后也谢谢Monkey 邀请我来，真的很开心。然后整个氛围，我是第一次参加，所以真的很兴奋，然后也觉得大家的表现都很棒。我们先给今天的球员们一个最大的掌声好吗？辛苦你们了，这几天已经真的很辛苦，然后没关系，我们下礼拜继续冲冲冲好不好？我们给他们那个大掌声，为他们下礼拜继续加油好吗？好，接下来呢的带来这个歌呢，我觉得现在就是这首歌跟爱有关系，我们要及时表达我们的爱，然后今天大家都在这边一起，然后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在场的所有的球员，还有我们的十号队员，我们一起大声的将爱唱出来好吗？可以吗？我可以教大家唱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、哦、好，因为这首歌呢跟爱有关系，它就是爱要及时说出来，要爱要表达，所以它有一句很重要的叫爱就爱吧，爱就爱吧。我可以听左边的先唱吗？可以吗？爱就爱吧，爱就爱吧，这一次爱就爱吧，爱就爱吧。好，再来我们中间的朋友，中间的十号队友，爱就爱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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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棒。然后再来我们右边的十号队友，一起爱就爱吧，哎，这边很不错，我再往前进一点，来，爱就爱吧，太棒了。大家掌声一下。好，我们这边左边中间啊，还有后面的了。好，后面的朋友你们愿意参加吗？我们一起爱就爱吧，帮他们爱就爱吧，爱就爱吧，爱就爱吧。哇哦，也听到了，非常激烈的爱。好，然后我等一下唱这个歌的时候有唱到这个爱就爱吧，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吗？然后可以跟你身边的那个人一起比爱心吗？可以吗？你比一下我看一下，比一下就是我可以看一下，爱就爱吧，爱就爱吧，爱就爱吧，你说爱就爱吧。好，开始，带来这首爱就爱吧。好，跟我一起哦，把我们十号队友的爱大声唱出来好吗？这是的。
歌曲，我可以希望也得到你们的一些些回应，有这个有听过 IE 吗？因为这首歌呢是我在那个 Rocket and Monkeys 的社群平台上看到敲碗最多的一个歌曲，所以我今天决定带这首歌来跟大家一起，现场一起欢唱一下这首《泪海》。IE 是我们的一个符号，共同符号。所以跟我一起唱好吗？这个镭射灯真的很漂亮。Thank you.
谢谢。有真的听到了，对，但我今天来这边，我并没有带来这首新的歌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今天是真的一起来跟我们所有的十号队友们跟球员一起加油。对，对，所以今天都带来一些就是大家熟悉的，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唱的好好欢唱的一些歌曲。所以接下来要再带来这歌，也是我自己在我过去的专辑里面自己作词作曲，然后我也很少，其实我也很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少唱这首歌，只有在我的演唱会的时候多半，但我很少在表演的时候唱这首歌。我今天就要在这个很特别的场合跟大家一起唱这首歌曲，你们猜哪一首？你是有看歌单吗？对，我就带来这首歌曲，突然想爱你。心爱的歌曲。
家有听过吗？如果今天没有听够跟没有唱够，我10月7号呢，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也举办了一个同名的演唱会，《适合相爱的时辰》，欢迎大家10月7号到现场，一起来与我相爱，好吗？谢谢大家，晚安，到时见，拜拜，晚安。